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不逃走的鱼木鱼儿小铃铛。嘿，小伙伴你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收容失效100天。嗯，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小伙伴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和推荐哦，谢谢大家。谢谢。来吧，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上期视频咱们是探索了一个废弃的山洞，在里面遭遇了那个什么稻草人，以及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不认识他。然后咱们获得了一个稀有的道具，制作了一把神器，这个王天使之镰。那么咱们这期的话，线下咱们又跑到这边来了，这里有东西，房子咱们进去看一下。嗯。有蛋糕，箱子里面有铁锭，哇，还有10颗钻石哎！不错哟，这家人挺土豪的呀。厨房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这里有吃的，我身上吃的挺多的，把这面包带上吧。这里还有个箱子，哎，有本日记，来，咱们看一下。2014年1月5号，一群旅行者来到了那个，来到这边讨水喝，然后他们告诉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个关于废弃旧井的传说。他们告诉我，矿井是突然被遗弃的，然后他们没有动那个里面所有的矿石。所以咱们得过去看一下，距离这里的话大概有几百个街区。然后2014年1月7号，那废弃矿井是完全被放弃的，然后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暴徒，几乎没有人活着出来，但是那些旅行者并没有把这个有关于矿井有多富有和矿井的全部故事说完。哦吼！所以咱们得过去一趟。可以啊。不知道在哪个方向。这儿。这里还有个小房间。哦，有附魔金屁股，2个，还有绿宝石。绿宝石没什么用吧？这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好像。管它，丢里面吧，不要了。应该是往这边走吧，他这里铺了路。走吧。走。距离有点远啊，咱们过去的过程中就直接跳过了吧。嗯，好。日记说的废弃矿井，应该就是这里了。嗯。走吧。小心点啊，一定要跟紧我。嗯，这里暂时是安全的，有火把，而且是被点亮了的。走，打掉这些火把。哇，好黑啊！这个废弃矿井好像挺大的，有小僵尸，小心一点，哥哥。刷个熔炉掉，先走这边，铁门那边肯定有危险。嗯，好。这里有塔的，小心。蜘蛛刷过龙，哎，又一个背包。这里为什么会有打火石？为什么会有凋零头？有个弹弓哎！我先把这凋零头撸下来。箱子里面有什么？我都拿走了，背包你要不要？不要，我已经有背包了。
没看到有矿物资源啊。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这边，这边，这边，往这边走。我看到了一个庞然大物。找你，找你！小心你，小心你，小心你，哥哥！别去惹他们，他们现在暂时是友好的，千万不要打他。我没。好家伙，这里还有，哟！怎么了？直接刷我脸上！我操，是不是看上你了？他刚刚一直蹭你，一直蹭。还有他的刷怪龙，我先撸掉先。看箱子里面有什么？哎，又一个蛮兽爪，还有奈雪山的附魔术。那蛮兽爪你拿着吧。冷却玄管，羊毛裤子我喜欢。不能让他们出去啊！我得想个办法。你身上有木板吗？有合成台吗？没有。都没有吗？只有这些方块。我要木板跟合成台。那我去给你砍点啊，别急。来吧，既然它是友好的生物，我就用这个方法把它们给收容吧。等一下，把什么东西丢掉。OK。好了。OK。成功收了两个。不错哟。你走开，走开，走开。嗯。把它挤过去。不行，这个位置不行。他又站在箱子上了。我挤一挤。把它挤下来。OK， 快放船。不行不行，这只，这个藻女，咱把它干掉吧。可以。它跑出去了。不要打到另外两个。很遗憾的打到了。哇，它吐那个什么东西。没办法了，全都把它们干掉吧。继续往里面走。走吧。哎，这里有铁矿，亡灵杀手三的书，还有普通的金苹果。这边有刷怪龙。继续。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了。也就是这里了，又是稻草人，有名字的。他好像叫什么？叫天使吗？干掉了。看箱子里面有什么？魔法保护伞。啊！还有钻石豆腐。攻击伤害十点，你那边有什么？ 有个项链，你快打开看看。灰鹰项链之前有的。夜探，右键已召唤听命于玩家的活士军团。哇，这个东西好啊！看这边，运输矿车上面没东西了，试一下。嗯。哦，咱们上期在废
一期山洞里面应该就是他。是呀、啊、但是他不攻击人哟。你打我一下看。我打你。嗯。哦，他原来是友好的，是玩家可以召唤的是吗？消失了，他冷却，我使用一次消耗了1/5的耐久。哦，那就只能使用5次。这个东西留着，这里应该没有别的，按到了吧？嗯，走，上去。快跟上。嗯，我跟上了。外面现在应该是夜晚了。是呀，好冷。我下起雪来了。对啊。把电机关掉，天亮了。天亮咱们继续赶路吧。嗯。看一下从哪个方向走，往这边走走。雪把路都给埋住了。有小僵尸，小心点。我在这边砍点树，家那边很少有树。你说在这森林的深处，会不会有警笛头啊？不会吧，你不要。完了，我好像看到什么东西了。不是真的是他吧？害羞老人，害羞老人，哥，你多少有点乌鸦嘴的潜质。等一下，等一下，希望我刚刚没有看到他的脸。做一个传线，我低着头过去啊。嗯。就在前面。小地图显示，哎，哪去了？我在这，在这。我不想过去。他动起来了。我害怕。等一下，走开，走开，走开！不要看他，不要看他，千万不要看他。他在哪？就在我前面。哦，看到了，我也把船放起来。哎，漂亮，漂亮！现在可以看了吗？现在可以看了，但是不要靠近它，它还是会攻击你。用船将它收容之后，它不能瞬间移动了。呀，放屁！它安全全了。你要看着它的脸，它愤怒的时候会捂着脸之后，然后下一秒它会那个疯狂的。朝你快速奔来，然后把你脖子给扭断。哼哼哼哼哼！啊！呦呦呦呦！他捂着脸了。没关系，他又开始叫了。他是无敌的，你看。啊啊！你干的什么蠢事？快坐船！快坐船！我不应该用弓箭的。嗯，我被杀死了。你是不是被他夹死了？快坐船，嗯、快坐船！我手上有一个船。给我！低着头，他在哪呢？我不知道。看着他在那边，他在跟着我走，反正我不怕。就在前面，看到吗？他坐在地上，就在前面。哪前面？就在往前走啊，这边哪呢？你在哪呢？这里啊，这里哪呢？你踢踢我不就行了吗？我踢踢你，我会抬头看到他的。我这样低着头应该没关系。他走了，他走了，他在走，他在走，他在走。漂亮。OK 了。千万不要打到船。咱们现在没办法，只有是那个用船。用船的方式将它这样收容。是
是的。他怎么不看我了？来吧，时间差不多了，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嗯，好的。你可以跟他坐一起。完了，还可以带刺。完了。没事，我拖着他。你下来，你下来。我拖着他呢。耶，他站起来了。来吧，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嗯，好。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